以前我对您多有得罪，但冤家宜解不宜结。烦您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再宽限我们一二。交情？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嗯？ 是抢我球的交情啊，还是赌赢了我的交情啊？你不是有顾千帆吗？他不是有钱吗？他不是有兵吗？还干嘛过来求我来啊？哦，我明白了，你现在落单了，跟他们一样。 他把你给踹了，怎么你还不服啊你？你还叫，还在给他找很多不得已的理由是吗？哎，男人嘛，都是这个样子。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可一旦厌了、烦了，他有麻烦了，就跟这些鸟一样，嗖的一下就没影了。 千帆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到这会儿还糊涂呢？老子跟顾千帆不共戴天，他但凡心里还对你有点余情，他会舍得让你来求我？你这个样子啊，就跟那个公然外头啊不相信小姐会翻脸不认账的那种冤大头一模一样。 求迟衙内帮忙，太敷衍了，不够诚心。那衙内还想怎样？我听说你以前当过歌妓，那就唱曲《享夫联》给我听吧。只要你唱了，哎，我就借你。《享夫联》。 怎么了？你不愿意唱啊？那你可以不借钱呀、啊。你现在可以走啊。你不就是想看我表演怎么想男人吗？这曲我不会唱，改为软舞如何？软舞？行，哎，只要你跳了，本衙内也认。 快点！
小娘子在思念她出征的夫郎。满意，那现在可以给钱了吧？我哪儿说满意了？我刚才说满意个鬼！我只听见前面两个字。芷雅内，我舞也跳了，头也磕了。你要还想赖账，还算个男人吗你？去库房，拿300贯库贴过来。哎。让你们把椅子撤走了！哼！等等，300贯可不是小数目，你一借就半年多，没个东西抵押可不行。我还有2幅字画。谁要你那破字画啊？你过来。哎，我要这个，这是顾千帆送你的吧？你就要他了？干嘛？不舍得呀？不舍得别借钱呀。既然顾千帆都不要你了，倒不如你做我的相好吧。别说300块钱，石潘，你长得挺丑，想的倒是挺美。我赵盼儿，终有一日会逃回今日之辱。我丑？我哪儿丑啊？把他给我带回来！我怎么带了啊？他还打我，还说我丑，我娘都没这么打过我。那全东京城有多少小娘子还争着想当我相好呢？那打我打这么响的，我好难过。吹吹，我脸现在火辣辣的。吹吹啊！